陈浩刚答应啊！啊，就连陈浩去问三条，三条嘛答应啦。我听完以后，哇嘿啊，规拢欠关起，起码甲你叫救护车嘞！哎呦，今日到底是咧创啥啦？吼，你是陈浩的妈妈，嘛是这世世的大家呢，啊你讲反对，伊都唔敢再继续安尼落去啊嘛，啊大家哪拢唔在听你的话啦？ 哎，唔来，啊你讲话，啊你咧，啊那不是恁家瑶讲什么啊？要做诶试管宝宝来救政府，咱即马敢会叫伊麻烦啊？我来讲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吼刘佳瑶取经成功。吼，上好是安尼，再你讲诶，我甲你讲完整，即个无论是要用强诶，还是用软诶哦，你一定要主动接下代志啦，即马甲咱考虑啊。阿金啊，啊你是咧讲什么西方取经诶故事啊？讲安尼袂记哦。 哈，算唔知影哦，恁刘佳瑶啦，讲甲思思要一个要取经，一个要娶人，要做伙试管宝宝来救政府啦。安尼真好啊，还是讲你无想要救政府啊？要救嘛，袂使用这种方式啊。思思甲刘佳瑶已经离婚啊啦，思思即摆上吊啊，是爱替阮娘甲传宗接代。阿金，即摆对思思上重要的是救政府的命，毋是替你娘甲传宗接代。 最人心不，本来就应该尽到团中才代志任啦。阿金，团中才代无遐尼重要，好不好？而且即马是地球村，血缘哦嘛无遮尼重要。哎呦，你们底下太爹即马讲话啦，因两个离婚就是离婚啦，佮想要两个人佮生囡啦，啊即马怎样佮佮袂家抱倒来饲？我讲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。小杜姑。 思思是外好姊妹啊，嘛是你的亲姐姐。啊，即卖是亲人，想要救家己的后生的命，啊，你是安怎哦？一直要共阻挡啊？而且你放心啦，这囡仔若是生落来，思思绝对给伊抱倒去家己生的，伊惊你会给囡仔苦倒。对啦，啊，思思哦，一定会抱倒来饲啦。啊，到时阮陈浩就又搁要做病老爸，我毋就才反对。阿金，文珍。 不管安怎讲，恁拢毋是真会爸爸跟妈妈，恁敢来表达意见，免得替因做决定。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上重要是互相尊重啊。就是讲，啊，就因为毋是恁家己囡仔啦，所以哦，恁来当找一大堆理由来甲我反对啊。将心比心，因咩爱我将心比心，哪能因想做不爱将心比心啊？我就是不爱因为恁会看人。 嘿，文章，阿恁小妹吼是自细汉吼，对安尼听无人话，也是叫阮姐来了后才愈来愈严重。自细汉就安尼啊。吼，安尼我看真正无救啊啦。啊阿金，我要先去楼顶休困啦，为着太照好吼，我无爱定定听着这种噪音。哦，阿公，我先去休困，阿你两日较细点哦哈。好，你家己妈较细点，我先出去。 OK，我先去公司。嗯。命令甲你讲话遐尔大声，搁嚣我操！哎，我靠，即马甲咱两个咧反对啦，是要安怎啦？哎，我对咧，进前阿勇阿妈咧反对啊，那勇勇讲答应就答应啊。OK，来，咱去找找事情爸妈。 给因家囡仔，不惊管得好势，莫遐尔自私，为了救家己的囡仔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好，咱来。